嗨妞，嗨妞，我刚才在整理憨憨的直播间。我们一边吃饼干，一边吃一口饼干。啊，谢谢。我们今天欠一个小时。嗯，灯光太有气氛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就好了。还是你们觉得很暗，那就开臭屁孩的小台灯。我可以放摩托卡里的是吗？然后快把转过来，我可以进去按。好，那不要用我的账号。我要洗，因为演算法会变成。我要洗你的账号。不要。我把你账号洗成 AKB。你用秋平安的，我要洗你的账号，不行，洗爆！等下播五分钟的时候再跟大家打招呼。打开啦，打开啦，打开啦！要放了，要放了。哦，我放了，刚刚把它放下，可以吗？タカラタカラタカラ。翻中文，翻中文很好笑哎。那你那你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就煎午餐吃，我微波白饭加了酱油加了香油，然后再泡了海带汤。所以我最后没有出去吃，我最后家里冰箱随便找一找。看完恢复木了，我现在才在看。吃好牛肉饭，喵子牛肉饭。等我下礼拜时间，我还真的不记得，我现在没有 iPad 可以看，我 iPad 在家里。这个牌子小片鱼片有哦。谢谢小轩的看流星，谢谢。哦，我现在有开着。你们不觉得，就是洋芋片厉害，就是它的粉很厉害吗？早上开了看一遍芝麻，真的。嗯哼。婆婆，你终于把它改成霹雳子，霹雳子。我都用筷子。哦，是应该用筷子啊，但我刚刚很饿，就直接拿夹吃。我把臭朋友的饼干吃掉了。我们等一下再来打招呼。筷子公子，对啊，公子姐姐们都用筷子吃。把钢筋给回来，你可以继续放着啊。谢谢小薰的海豚的守护。耶，今天一个小时。今天想休息一下，播一个小时就好了。嗯，要波浪的卡的更多。小黑明星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吃过，我比较少吃多利多汁。
我都吃那个波浪形的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，乐事吗？还是什么？你真的假的？那一定很臭。吃什么？我觉得只要波浪型的都很好吃。我今天穿 HR 的 T 恤。好，我们换一首。好，我要来嗨嗨了。好好吃哦，怎么办？我好饿。嗨海水鱼板，嗨泡泡，嗨海四好，嗨海林果，嗨海环转师，嗨海九蛋，嗨海 AK47，嗨海静，嗨海花生，嗨海数学课本，嗨阿龟，嗨海加树，嗨海 Eddie， 嗨海 Benling， 嗨海包子，嗨海。现在数学课本的摇起来，应该说嗨海骂完才对。谢谢数学课本冲浪失败，嗨嗨吉米粥，谢谢你的金色守护灵，嗨嗨黑杰克，嗨嗨波尼，嗨嗨嗨嗨志玲，看你眼睛不错，我还好，我其实这样觉得比较舒服，没有强光照眼睛比较舒服。嗨嗨罗喉，嗨嗨嗨嗨我，嗨嗨 Sam， 嗨嗨欢迎认识。嗨嗨庆，嗨嗨烤焦，嗨嗨冰车旋，嗨嗨 fall in， 嗨嗨小薰，嗨嗨芋头，嗨嗨卤肉饭，嗨嗨阿 Kira， 嗨嗨内内，嗨嗨，嗨嗨志宏，嗨嗨夜兔，嗨嗨阿 Kira， 嗨嗨永尼，嗨嗨哲伟，嗨嗨恩恩，嗨嗨愚者，嗨嗨龙哥。嗨嗨虫，嗨嗨是红，嗨嗨龙魂，嗯，嗨嗨小家，好呀好呀，气质什么已经 QQ 什么意思？嗨嗨交通标志，拿 T 恤对吧？现在或者现场拿 T 恤。哦，你是说 Asia 的？对啊，我也喜欢。洗衣粉还是波浪型，卡拉木酒也好吃。哦，我都吃一般的，我没有吃波浪的。卡拉木酒感觉吃辣的会很辣。嗨嗨 ，Cody。嗨嗨，手牵。嗨嗨，四豪。嗨嗨，阿北。嗨嗨，好。嗨嗨，阿北。嗨嗨，北极熊。嗨嗨阿花，嗨嗨顺，嗨嗨叉叉，嗨嗨逸晨，嗨嗨郑源，嗨嗨阿福，嗨嗨保安梅子，嗨嗨嗨嗨大家，今天嗨嗨嗨嗨大家，今天在哪直播？今天在品涵家直播，但今天只有一个小时，今天想休息一下。最近事情有点多，想要可以休息一下。来求求，真的，你要下班了？恭喜恭喜下班。啊，还没，等下他们点热炒，一起吃。跟切换还有室友姐姐，网络不太稳，好像是哎、欸，好像韩寒就是因为不稳，所以才去外面播，不太稳哦。他们说不太稳，那你要不要出去？
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在这里看看等一下有没有办法。旁边是谁的手？谢谢冰下雪的梦幻泡泡，嗨嗨小鱿鱼，嗨嗨饼坤，哦，第一次参加，那请大声喊出莉莉扣。老皮嫩肉，谢谢草莓酱的啾啾你哦，是草莓酱吗？肉圆骂完，我以为是，谢谢骂完啾啾你，他刚刚叠在一起了，那个字还有没有看到？立刻，这里光很漂亮，一定是因为是平衡家。对啊，连线居然不稳，到底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不懂。哎，这样人格三组都有锤，所以人格是全餐吗？嗨嗨，秋日红。嗨嗨，樱桃喵。来求救。哒哒哒，噔噔。哒哒哒哒哒，来求友。谢谢欢迎是水晶鞋。现在多少？很低的。对啊。你会啊 ？Nagi Sare 一级棒 ，Kawaii Garu， 什么东西？不是啊，不是吗？会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个副歌的地方。因为我比较没在听那个，我都听粉团的，演唱比较单调啊。今天轻松化，想吃烧肉，我想吃烧肉，切换我想吃烧肉，什么一起去吃？吃。哎、欸，但你在减肥哈，忘记了。还可以吃啊，我是算热量，所以可以。练习装，对啊。所以今天有点累。额头去哪里？额头被盖起来了，封印了。这里，我刚才唱的。谢谢。你有听过这首吗？啾啾牛有听过。谢谢。谢谢抓团的啾啾你哦，我有听过，但我通常不知道在唱什么，我就是纯听歌的那个。噔噔噔，开吃就会忘记这个量，不会，他真的会算。谢谢猪乱的紫普的守护灵，谢谢，好可爱，谢谢。不过你要不要干脆就承认你推弟弟了，成推弟弟了啦。神推莉莉的拉波尼，一直到可爱，谢谢可爱，谢谢，谢谢泡椒，我会持续可爱下去的，自己说，谢谢泡椒，我会持续可爱下去的，自己说，我应该向切黄看齐，他真的减肥，真的是有减成功那种，因为我的数字肥真的是有减成功那种，因为我的数字很瘦就没办法、啊。就是就很，你数字高本来就比较好减。可是他这样好有毅力哦，毅力哦，我也感觉我要控制一下。可是我要控制，我只能更少，再往更少哎、欸。就我就会已经吃蛮哎，就我就会已经吃蛮少了。好了，其实吃蛮多的、啊，但我很不想要忌口，我想要我可以动，但不要。不要不让你吃，对，不让我吃太痛苦。谢谢老沙的爆竹，没有，切黄真的有收，我是见证者。上次看公演你超丑哎、欸，有人说切黄真的丑，那天看阿贝上线，还在想是谁。
赞。哎、欸，阿贝桑的工作人员说，我今天已经跟秋饼讲过一次了。什就是有、啊，真的有事，我就跟你说。我觉得不认识的人会比较准。因为我跟你认识，我有看有感的时候啊。是吗？嗯、秋饼就说还好。他每天跟你相处不一样。不一样。网络又开了，哭哭。在我用自己的网络。我是没有连过这边的网络啊。哎、欸，你用自己也比较好哎、欸。是啊、哦。我觉得这边的很不太稳。好。我觉得这边的很不太稳。好，我现在用自己的。我想听十二秒。你分团是哪个团的推啊？我是 HKT。啊，好像很多人都是 HKT 耶、欸。而且我那时候看的时候，就是，我看的时候 MNB 还没有，所以慢慢看是 MNB 在 HKT 这样。啊，卡到什么都没听到啊，哭哭。不会啊，你现在听到啊，五十九单呢、啊。啊？没，他们说卡到什么都没有聽到。哦，什么都没听到。呀呀，这边卡了、欸。呀呀，这边看现在网络不好哎、欸。真的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插成这样？连影片都跑不动哎、欸啊。怎么可能？可是我4G没问题，你要不要用自己的4G？先用自己的。我用自己的4G，但是只有两个。是不是里面啊？搜讯不好。谢谢 CKU 的温收礼。那你推史吹粒子吗？你想给我陷阱？你以为我听不出来？你以为你讲中文，我刚才就会史吹就马上说嗯？你以为啊？你可以。我想压不起。啊。可是是 Nako 不是 Kuri Nabuki。 有人说是 HKT 的粉丝都是乐乐科、yeah. 是吗？ Nako Nako 还好吧，他现在长大了，但我是他小时候的时候。对啊，乐乐科真的。你看秋饼也是长一个小孩一样，你是不是乐乐科？我没有特别喜欢秋饼，我不好意思，这个我否认哦。 Nako 不错， Kuri 也不错， Yabuki Kuri。 你看我刚才念 Nabuki。 变成耐吹。 Nabuki Yabuki。 啊，但我分团看最多是 STU 耶、欸、哦，因为你比较新啊，而且因为娜娜全部之前在 STU，所以我说你比较新啊，就是因为我退坑的时候 ，STU 就是刚成啊，刚成立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好像没有待到那么晚哎、欸，我在 STU 很新哎、欸，你一搭的时候就已经没在推了 ，NGT 啊，对吧？啊 ，NGT 对啊，就是差不多了。我觉得 STU 只有比我们早一点点而已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在喜欢了，我喜欢别团了。太不白。也不要笑那么灿烂，很可爱耶、欸！傻眼、哦。其实我第二推是小樱花，是哦，你颜控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有一点哎、欸。他一定很爱我。嗯。你看他哭都叫了，他哭都叫了。你在装傻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有点颜控哎、欸。颜控哎、欸。但我昨天跟那个面面聊天，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你变漂亮超多，然后我变漂亮超多，我完全赞成哎、欸。我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就整体你的妆感，然后还有你长大，就长开了一点。因为人家不是说22岁是最美的时候，我快到，我快到这个年纪。然后彩姐长跟哈库还是很像，还是很可爱啊。没有贬义、哦。我也觉得我也长得比较好看，就跟以前相比。你等一下可以推荐 STU 的歌给我听啊！我喜欢哪一首啊？可是我 STU 几乎都是看哦那个啦，《Call Me》。你可以弄给我听啊！
眼眶水垂一滴，哎，有人还是因为我的眼才入坑的。谁？哪一个？名字叫出来。谁？哪个念出来？你们给我出声啊、哦！你是不是随便掰一个空气人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有人？你们给我出来说，来来，因为我的眼入坑的，快点。哎，有的话给掌声鼓励，我这样看比较快。有的给掌声鼓励，接网去看。太过分了！我来，我现在上线。谢谢周颖的啾啾你哦。有吗？现在有人给掌声鼓励吗？还没有人啊，所以应该延迟，应该延迟，真的没有。我等一下收那个收到手软。来来来，等一下我找一下 ST。你是说掌声鼓励收到手软吗？对。好好巧。你才好好笑，到底谁好笑？真的没有人送啊，大家是送给我送起来哦。有啦，有几个人勉强送了一下。STU， 哎，不能算，不能不诚实哦。你才不诚实嘞！你明明就觉得我很正。啊？这里，你一直打。啊，我，你帮我打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掌声鼓励。很可爱，这个就不是你入坑的奇迹。对，如果是不是因为你看那个比例，我每次都当成那个问卷在，你知道看。你没有在给人家尊重。再讲一次，如果是因为李佳丽的脸入坑的话，请给掌声鼓励。但你是因为其他的魅力，例如舞台魅力、讲话的魅力，其他的。不是因为脸入坑的话，请给眼睛也长重。好，我来看。哎，掌声鼓励比较多，唱的。因为唱歌的可以送麦克风。好，因为唱歌的送麦克风，好。然后跳舞，然后因为跳舞的送舞台。好，可以可以。然后其他的就是眼睛也长重。你才眼睛也长重啊！哎，有人送麦克风哎。谢谢谢谢四号的麦克风。有啊，你眼睛也长重，你看 Dragon。谢谢林果的舞台公演。不对不对，林果重复投票了，谢谢。我们这个是一票制的，谢谢，不要再重复投票了。你刚刚没有这些，你们一直送眼睛也这样重，你才眼睛也这样重啊！有人送爆竹哎，爆竹是什么概念？麦克风 ，OK， 就是我未来会大红大紫。哦，是哦，我想说你的声音比较大。喜悲卡了。是因为你是，哎，这首好听哦。你死的那，谢谢数学课本的麦克风。旁边是你朋友，你要介绍一下，我是你朋友。旁边是我朋友。他是黄秘书，然后但秘书最近瘦了，所以他可能要叫……奇怪，你秘书也没有胖的任何元素在里面啊。有啊，鼠蛮胖的、啊。你是说 Mina？ 他是脸颊肉啊，你是身材啊。哦 ，Mina， 可是他脸颊本来就肉，因为我脸颊也肉啊。哦，我脸颊也肉。在那边挑拨。你觉得这首歌超好听吗？这首很好听哎。氪金投票不行了。娜娜前辈，嘿嘿，蜜汁老鼠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蜜汁老鼠，隶属，我隶属于胖鼠，我隶属于隶属，好笑，我隶属于隶属，隶属隶属。SH 不是有翻吗？他们不是有翻那个翻中文？嗯。但他们好像就是日文已经不太好唱了，中文应该更难唱的感觉，因为中文有子音跟母音，日文只有一个音。感觉会，你脸颊是有常跟我，我常白饭啦。花栗是熊，不是熊，花栗熊。
可是我以前真的不会有人因为我的盐入坑，但现在慢慢开始会有因为盐入坑。错哎，就之前去那个西门町，有人说因为盐入坑，但我蛮意外的，蛮可爱的啊。然后，可是大多数都说因为长得很像 Nako 前辈，所以来看我。哦。啊？怎样？什么意思？怎样？什么意思？你就是个嫌弃脸，他刚那样，这样你们都开始不承认是不是？还是你们都觉得没有？他刚突然在那哭得很厉害的。哪有那么夸张？嗨嗨，台湾哥，梦之那首歌《财迷》超 rap。我喜欢 STU 还有个原因，因为他们的舞比较现代舞。哦，但我从四六开始跳现代舞之后就不喜欢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不喜欢那个风格。你说太那个戏剧张力的感觉，就直接关掉啊，不可爱。我说你喜欢可爱的，所以你喜欢，就是你看像这个，他旁边推的这一首我就不喜欢。你点点看。你好像跟我说你喜欢。哎，好像是哎，好像是。因为我不喜欢这首，因为它是我喜欢的舞风。照到你了。不会，没有照到。没看过那么难看的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。谁呀？你谁？你谁？想听到我写的 perfume 的？什么讲什么东西啊？我想要打鼓。我喜欢有气质的。谢谢阿轩的啾啾你哦。对啊，哎，可是四六不是现代舞是特色吗？还有他们之前不是啊，可是他们的舞就没有像 AKB 这么人气，就是他们比较、啊、就是比较偏气质风，就没有像你看那个四八这么 Genki， 嗯，就是一个走气质，一个走可爱啊，就是他们比较像现代芭蕾的那种感覺，也有不是的啊，他们早期的比较不是。好，我很喜欢这首，我喜欢这首。我喜欢的是那个谁的毕业歌，娜娜谁吧？不是，我应该在直播讲过，我来请大家帮我解答，但我不知道是谁。哎，你看，你看这首，哎，但是 MV 看什么？然后直接到副歌，但是感觉我应该没有很难，感觉我没跳过。他找一三，啊，这好可爱哦！我已经有点久没看，但蛮可爱的。自己开始在那边说，哈，好可爱。不是不是，你真的看，真的。哦，森田。哦。的那一首。我也蛮喜欢森田的。那一首的舞我觉得很美。你要自己在那边嗨，你有 get 到他的可爱吗？还是你还好？我就喜欢短头发，长发就还好。请推短发给我。他呢？哦，比较有 get 到啊，就我就喜欢短发。那这个蛮短的耶。长发我还好。不想看动漫。谢谢阿克拉的啾啾你哦！没关系啊，千王不用推我，我们是朋友。嗯、朋友不会推吧？嗯、朋友推，对啊，朋友推很奇怪，他整天对啊，物理推，我差点就要飞出去，推太大力了。哎、欸，那你有看日向版吗？有啊。
欸，你要听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要把你的打断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你就放也没关系啊。放你放听什么？好好好。这香肠可啥子？因为这首歌很好哦，不理推。这两个不是我 approach， 算是我进来之前。哦，先把这块钱。没有推，应该就把它发出来再看看，真的。就前面这个，对，但是后面的就是比较。其实我觉得。我来看看，我想放哪一些。琐碎，然后这里面就有这样，但我觉得蛮好，就是至少都有一些，一定有顺序。对对对，这样我就比较知道大家，只是每一个真的。好听这一首。是。这首也很好听。我喜欢的舞风比较是。花时间。那个呢？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的功课。那个。途中什么沿途风景皆为景，清水蓝蓝的天啊，这都不大好几美的绿，这个我就觉得对啊，旁边没有推不会很尴尬，所以我身边没有人推我，谢谢你这个平安推，但很多人推平安推林一夜，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适合当朋友，不适合当偶像的那种。谢谢 Dragon 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。嗨嗨，红毅，我又。至少会知，对啊，会学习到那边的知识。怎么那么难听啊？下一首吧。很难听吗？所以你不喜欢三百者歌？我不喜欢那种有一点古典，就是那种像娃娃。我就喜欢刚才你推的那一首还不错，但这一首我就不喜欢。是哦，我觉得它的音怪怪的，那个旋律可能没有在那个原本比较普通的，就是三拍的，对对对，是三拍。你喜欢的应该是，哦，大概懂你喜欢的。移除掉了，为什么？那你推平安平安会尴尬吗？他会说你干嘛推我？什么推什么？那个推是说，那你推平安会尴尬吗？秋平安说你干嘛推我？就反正你干嘛追我？他不会说什么，他讲一下你干嘛追我？就是那种，他就是校对每一本书，校对完他就对那个专业了解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像很不会，好像是这样。哎，我还是有办法帮他讲，结果他没上 QQ。那你怎么会突然开始推我的模拟？是不是看了我的 IG？ 是 IG 吗？还是直播？去忙拜拜，阿红，你要去忙了，要忙什么？读书。你也不用编辑去，跟出版不到吗？读书，写作业。嗨嗨，乌鱼。帮助他，他会不会憋憋的？一星期大概快十分，那拜拜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只能跟你说加油，帮不了你。推弟弟，谢谢。嗨嗨飞，谢谢你的追踪。居然会比贵的好，对呀，耶。是也没有啊，但就我觉得是。染头发我染很久嘞。谢谢婆婆的救救你哦。对我推的。谢谢。没有你优秀。哒哒哒哒哒。嗨嗨，青嗨嗨嗨，小风笑得太猖狂，嘿。但我觉得我的牙齿已经有比较收进去，就是没有那么龅牙，然后牙洞也收变小。好好好，他结果就这样就看到你啦，然后就成推莉莉了，波尼。嗨嗨，勇哥，最近开始指定了弟子的升学，一定是我辩证，你想要推莉莉了。是没有很多，但是就是很烦。就
很杂。二十三吧。二十三副。看起来没有很多，但其实蛮。二十三副布丁头面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染深一点的。但我已经断发了，给你们看。太花时间了。而且最近断发状况超严重，你看。他没有完全掉。所以你是因为黑长直跟骨裂。但现在有不一样的李莉莉啊，你们看这边全部都是断掉的，原本应该要这么长，但我不知道是之前剪坏还是断掉，有看到吗？在这里，正常应该要可能到，可能要到这里，它就在这里，它断光了。你们都写的很，中文都写很文绉绉啊，那它就会马上就，你知道重点是什么？对啊，超严重。拜拜，拍不到，拍不到。这里，拜拜。等下出去找你们。断超多。对啊，我护发，我只要洗头就护发、欸，然后我那个发油跟不用钱一样在抹，但还是会掉断头发。你们看哦，我从刚直播到现在，我已经这样了，已经这样了。对，这样子看得出来吗？已经这样子了，对，它快不行了，我的头发快不行了，我很怕我把秋饼的位置上弄的都是头发，但超多的，这是毛，真的耶，我也觉得我是毛，怎么会掉头发？断的都是浅浅，真的。很多哎、欸，这边也是，都是后面的头发在断。嘴上柴犬的换毛期耶，唉，比较短的都是断掉啊，这里啊。什么都不做就会断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已经漂太多次了，然后又漂又染，又漂又染。就算我已经做很多的护发，还是会。嗯，放大声一点。设计师有说怎么改善吗？其实断发没有办法改善，就是剪掉。如何改善？剪掉就改善。你们看，侧面已经越来越多那个，已经越来越多断发。漂发真的很伤，就大概只能漂一次而已。剪掉跟染深，不知道哎，看状况吧。那我这次头顶有在补漂，大家原本说可以不用补漂，但我就想说，好了，还是补漂。我不漂颜色会更不漂颜色会更深，但我就喜欢浅发色。多漂几次发廊就改善，对啊。然后现在已经做了两条剪发器，准备考教不是喜欢长发吗？我的粉丝都喜欢长发吧，虽然我自己也很喜欢短发的可爱女生。对啊，下面是就是漂过很多次的头发，那可是我觉得我已经算是护的还不错的了。变回黑长直不太可能，可以染深不可能黑长直。谢谢杨千里的路的缘分，该准备喜欢短发，短发也可以，短发女生伤害比保护深啊，什么意思？可爱女生。
这就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，就是到底要自己喜欢好还是大家喜欢好？大可以，好吧，好像真的是断掉了。我那时候很不相信它是断掉，但好像真的是断掉，因为它的就是看得出来是断发啊，好难过，我护得这么认真了，还是断，哭哭。两下头发可以看到了，想不成。那前辈也是很认真在护发吧？我也很想知道本田前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自己喜欢哈，但我每次换造型都会流失一堆粉丝。你喜欢我们就喜欢，因为你们喜欢的是我啊。自己喜欢，没有自己喜欢。真的好，我很认真护发，我真的很认真。我为了有这个造型，我很认真。就算头发要吹很久，但我还是很认命的吹。自己，哈哈 ，T U， 假粉，我只喜欢头发。剪掉了就掉了，开玩笑。我之前漂发，我染头发，大家就说你不是 A 长直了。内侧是微粉，没有啦，那个内侧大概只是因为我之前洗的颜色还没掉，我都染同一个颜色了。我的口红超淡耶，但我今天妆也很淡，应该还好啦。超严重的断发，你们不觉得断超多了吗？断耶，这样。谁都记该抽头发，姐姐。该抽头发，姐姐，你们就是发光。很多是一层线爬上去，是没错了。对啊，喜欢黑长直可以推韩寒哦，韩寒就是黑长直。反正李家的渔网。就是很大面，你们跑不出李家了。谢谢四号的救救你哦。什么发色都好看，谢谢包你。要慢慢转变。没有吧，会跑就是会跑，在家会不见就是会不见，跟一下下跟很快没有差别。我已经看清了，会拜拜的他们就会跟我说拜拜。对，我们留不住想走的心啊。断了头发五十收，那我其实这样会蛮赚的，断了头发五十收。底下就是转移消息，因为亚妈咪都有忠实粉丝，真的。因为亚妈咪都有忠实粉丝，真的哎，真的哎。我们李家都有忠实粉丝，从大到小都有忠实粉丝，那我们就看，假设哪一天我真的不一样了，有谁会跑掉？哈，你各位哈，有谁要跑掉哈？说喜欢黑长直的哈，你家的情愿没找到成功，笑了是。可是大家也都说我是否，
很希望给大家意料之外，哦，其实你意料之外的蛮适合什么什么什么的，这好像也不错。一直都卡卡，对，一直都卡卡，因为邱家网络不好。先记住留言就写了，没关系啊，会留下来就会留下来，我们不用翻旧账，因为你就算翻了旧账，他还是不会留下来。爸爸粉丝为什么会生就是爸爸粉？爸爸粉丝为什么会生就是爸爸粉丝？窗户没空气，雾霾空气是怎样啦？不好，全力交给那年戏。可是剪短有没有不能再留长啊？就是它就只是一段期间，对，它还是可以再继续留长啊。也是于事无补，就不需要。说着说着，一碗冲完了，拜拜，烤焦吧，大哥。益生菌要让你的小孩来吗？还是他们是不是还很小？要想要迷人的发型吗？还没开始想哎、欸，还没开始想哎、欸。哦，有啦，昨天有想到。还有头发尺寸价位，一公分10块钱，这样好像很贵，但这边几公分。哇，这个蛮贵的哦，这个真的是断光的头发，越看越难过啊！我天啊！老婆上天，还是老婆上天，还是老师老师的双马尾有吗？粉丝数跟长度成正比，那我要找一根我最长的头发。那我直接才不丢，直接光头试试。我很久没有双马尾，但应该不会是双马尾。看起来就很奇怪啊。看起来就是怪阿姨，怪阿姨。头发香香。哎，杰哥每次都说我身上香香的，就是你知道成员都会互相抱抱，就是可能这样，然后撑在人家的肩膀上，然后觉得哥们就说你香香，他说你好香哦，双马尾，对啊 ，Asia Face 的意思，好可爱，你们好奇怪啊，为什么会喜欢双马尾？我可以懂别人双马尾，我可以懂猎奇双马尾，但我没有办法懂我的双马尾。我好像没有看过秋平还绑双马尾高的那种，他是不是在撩你？没有，他不可以撩我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觉哥真的好帅哦。但他是法法的了，他已经是法法的人了，我们无缘觉哥。卡却没看到，卡却没看到，他很佛，就是觉哥其实很撩哎、欸。可是假设我跟他的话，感觉他还是比较是，就是，对，他还是要娶我的那个，他就是哥了。虽然他很婆，对啊，我没有看过臭扁包双马尾，到底长怎样？车主什么时候拍过裤？哦，对啊，有拍过裤，我们都把他的扣子全部，
甄选因为双排我知道你，可是甄选那张真的是灾难，这是不是甄选的照片都是灾难？还是穿人家裤子，把人家裤子拆爆啊！都有机会给拆了，那要拆爆人家裤子啊！我的头发好难过，我明明花了这么多心思的时间，它也是快要烂掉了。他们是不是在吃饭了？我听到碗筷的声音了，在吃饭了。我听到碗筷的声音了。So sad. 的确都是这样。但是都有个黑历史，先不要了，先不要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不行，这是什么可怕的 CP 表？那你要去吃了吗？好像差不多，好像差不多可以来念榜了。好累，但我已经算是漂这么多次还维持得很好的嘞。就是我是连那个设计师都说我头发算维持不错的了。CP 的中间就是你，当然。这周真的好累，下周也好累。真的是塞好塞满。那个怪怪护发，对你啊。塞满。那个怪怪护发，对你啊。好了，我要来，好了，我要来念榜了。要来念榜了。下周什么时候？我没有平板。我没有，我看不到下周是什么时候。哈塞上空，看不到下周是什么时候。哈塞上空，弯弯弯弯，但是我要念榜了 ，QQ。我要念榜了，想你也是很累，想我怎么会累？想我，想你也是很累，想我怎么？谢谢钟颖的钟情玫瑰。好啦，我要念榜喽，念榜哦。第一名是幻影战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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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你已经不是小哈苦了，你已经是大哈苦了，你整个上来会数掉，你太重了哈苦，但还是很可爱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哈苦让我比较没有那么害怕狗狗了，因为我以前我虽然喜欢狗，但我以前被狗追到跌倒过，所以我还是对狗狗有点怕怕的。对，但现在我可以摸它了，我不会害怕了。谢谢第一名的幻影战士，谢谢谢谢幻影战士。第二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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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连续三天没有，可是我最近的工作真的超忙，所以真的有点累，所以我今天想播一个小时。好，我会要放松一下，对，那就明天再让你们讲奇幻早餐。奇幻早餐不知道，看我睡到什么时候，看我睡到什么时候，应该不会太晚。但明天的造型还在思考。谢谢第二名的灵果头发，可是喜欢归喜欢，适不适合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谢谢第二名的灵果，谢谢灵果。第三名是娃娃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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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谢谢第三名的娃娃。谢谢霸王，霸王今天不是我不跟你说，是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我的 iPad， 所以我不知道我下礼拜是什么时候，因为我没有东西看，我没有东西看，对，所以 sorry， 我们没有东西看，我不知道我下礼拜播什么时候，然后我现在事情就是有点多到就是，我会排好。然后我前一天晚上，我只要点开，知道我隔天要做什么就好了。就是因为已经太多，我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记在脑中里面，所以我就在写在那个叫什么行事历上。然后我前一天晚上就是点开行事历，看我明天要干嘛，我已经记不起来了。谢谢第三名的汪汪，第四名是四号，谢谢四号。这个人最近被这个广报告和专题追着跑，是我是快期末了吗？有吗？还是期中的报告？好可怜哦！那个最近很棒，小时候还会这样的。我真的那天，我昨天真的尽力了，因为我喉咙状况没有很好。对，我昨天真的尽力了，因为我喉咙状况没有很好。对，然后已经尽力对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也知道我已经尽力了，虽然还是有小失误，但我觉得我尊主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也知道我已经尽力了，虽然还是有小失误，但我觉得我尊主持有比较好一点。虽然我还是会很紧张，但我也觉得已经比上次尽力了。对，因为这次我花了很多时，就是花了就是比重蛮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，就是。主持我应该可以讲什么东西上面，然后虽然歌唱也是花了很多时间，但就是有花比较多心思在主持，对，所以我因为上一次的惨痛经验，我非常希望我下次不要再这样了，所以我也五月的我也会好好做功课。明天公园加油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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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号会来吗？妈妈。要来看我哦，谢谢第四名的四号，谢谢第五名是数学课本，谢谢数学课本，谢谢。那辛苦的人的人，而且我们是人的人，一起去，我们一起去吃晚餐，好饿哦，我真的饿，我认真在饿，我又掉一根头发，可恶，真的是随便拉就掉头发，头发越来越少。喂。哎，小美都怎么讲？喂，有人有看吗？发生小美，喂，然后他就第五名的数学课本，第六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，谢谢。哇，完蛋，跑不出来，是荡掉吗？跑不出来。哦，有了，明天公园无法到的是要留下一声哭哭哦。不过你今天有来看直播啦，应该可以补充一点点力量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个月见咯 QQ， 下个月见钟颖，谢谢钟颖。第七名是 Dragon， 虽然在山腰立直推可以啦，在山腰一样要大喊立立哦，但是不是听说不能喝水啊，所以大家在进场前还是要多补充一点水分哦，然后结束的时候赶快灌爆水。好像听说不能喝水，是有这个听说吗？我有听对吗？还是我有听错？谢谢 Dragon， 谢谢，明天见。第八名是霹雳子，泡泡。
嘿嘿，你是不是可以在后？你是不是可以在后面放一个小草，这样我就可以跟娜娜前面的狐妖放在一起？会不会好躲在肚子后面？双马尾下去登场，不会有双马尾，不会有双马尾，不会。我已经二十岁，双马尾绑得很可爱，我绑双马尾就是奇怪。Q A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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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谢谢谢谢泡泡，谢谢这方面的泡泡。第九名是阿生，谢谢阿生。生日快乐，18岁生日快乐，恭喜你，过了第一个成年的坎了。对，要好好读书哦。过了第一个成年的坎了，对，要好好读书哦，要好好读书哦，考上好的学校哦。嘿，明君，谢谢第十名的明君。好像知道最近多了一颗马铃薯，你真可爱啦！光眼加油，明君怎么会突然看我？我好像知道马铃薯，我好像知道马铃薯，明君怎么突然看我？突然发现了我的可爱吗？好了，没有了，谢谢第十名的明君，谢谢明君。第十一名是阿基拉，谢谢第十一名的阿基拉。哎，真的跑不动哎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那个哦，我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三色简单列赞，漂亮，充实，地震，能不能去就不一定。喂 ，Q A Q， 为什么不能来？希望可以看到你。嗯。谢谢阿基拉，谢谢第七名的阿基拉，希望我明天可以看到你。第十二名是小薰，爱江山更爱丽泽小薰，这名字好像还蛮不错的。更爱丽泽，有写更爱丽泽，我就很开心了。谢谢第十二名的小薰，谢谢。第十三名是冰彻轩，力量是美的 Kinky。元気くりです。耶！谢谢第十三名的冰彻轩，谢谢。第十四名是黑杰克，好好休息，公园加油，我会的。谢谢黑杰克，谢谢第十四名的黑杰克。第十五名是龙魂，谢谢龙魂，谢谢第十五名的龙魂。第十六名是竹轮，哎，这竹轮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不是那个吗？小竹轮。小竹轮，明天有谁会来？明天有谁会来？依赖陪审人，对啊。等一下，我明天会。没事，你们就辛苦了，不会，你们也辛苦了。Sorry， 我真的没有带 iPad， 我没有办法看日期。Sorry， 越忙越要早点休息。会的，最近在期中考，准确历史哈，尽力就好。好的。哎呀，对啊，了解一下自己想说，没有啦，今天是因为有其他因素，对，其他身体的因素，所以他才会比较恢复比较慢。然后比较沙哑，但我已经习惯这个模式了。对，谢谢酷美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酷美。什么场都会这样，会吧 ？Hello。一直都有在看啊，但我现在才看到明君啊，明君很少出声吧？你是堂堂明君，你是堂堂明君吗？你现在是马铃薯明君吧？你现在是马铃薯明君吧？外面开灯，开灯了，开灯了。好啦。
大家拜拜啦！要吃饱的人家餐餐，我相信你会的，会，我会吃饱，吃饱不用担心我。要四月哦，四月底，哎，真的哎，下周，哇，下周应该是下周对不对？好，我来看一下，堂堂民警，你是马铃薯民警啊你？爸爸嘞，明天见，哈森嫂，明天见。好，我来看一下，我再看一下时间，再跟你们说。拜拜啦 ，Good night， 明天见。可以跟我说你们住哪里哦。拜拜，拜拜。